你吴克金结婚了，哦，好棒哦！恭喜恭喜！早安喽，商家。每天我就打满之后才剪片跟开台的啊，我每次花时间打这个开台啊，小优说很无聊。早安早安，哦，人那么多了，好，开始吧。想说，嗯，开始了都没有人，开喽。啊，先再闲聊一下。哦。最近要么失眠，要么真的睡不好，真的难过。你真的是只有第一次才讲的进来，后面就抢不进来了。哎，我今天打一场赤羽，我快气死。我已经什么金什么勾掉哦，我已经那个了哦，只差一张了，又陆续自摸，哦，难过死了。忘了哎，就是早上也是刚睡醒就开始在摸，想说啊，每次打完，然后赶快去做，赶快出门买早餐，然后什么的。好，反正就是。那个模式你要拼大牌就是碰碰碰嘛，对不对？吃碰吃碰杠，就想说哦，他放枪欸，可是才1000块，然后我就看一下我手上的牌又可以吃碰吃碰，我想说好啦，又留下来，就一留下来，然后被胡走了8000点，然后再是杠又被摸走了2000，就哇干，早知道我先跑了。对对，很浅眠吧。欸，那后来我弄好那个聊天室啦，我只要把上面的框框往下拉就好了。就那天弄半天，现在应该是确定聊天室是自底的，对不对？底一定看得到，可是顶看不太到。我昨天半夜在玩的时候，也不是半夜啦，就是晚上在玩的时候，就是四家全部都不要那个条子，我把那个贴在图窝里面。我想，不知道发发有没有在看。我想去教发发玩玩日马、欸，因为看他打牌，对他打得很开心，笑得很开心，被胡大牌一次，哇，你的牌好大这样子。我想跟他讲说，我还是教你玩一下日马好了。对啊，我想教他玩，他现在是抱着就是刚入门怎么还不熟的状态，因为那天看他昨天吗就关台后跑去看他的台，
然后就一大堆聊天室，气到快疯掉，我就笑得很开心。我说人家就开心玩啦、啊，你管人家哦、喔，对不对？就小新手，对啊，可是要怎么教啊？嘣！哇，好慢哦、喔！哎，小猫猫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ラン。リーチ、ピンク、ドラ、ドラ。你昨天忘了吃药，然后就也失眠了，啊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你现在持续在吃药是不是？你就知道，知道还放，知道？你是马后炮？有时候。听他们讲排效率这个问题，我想说，不是啊，人家打一张摸一张，马上就立直，那跟排效率也不太关系吧？那就是你的手牌进张很好啊，还是我理解哪里有错误？有没有？为了听，对啊，然后这时候就有人家就会嘴说，你怎么会想打那一张？看你知道他听那一张，我说干，你最好就知道。全家都知道，你怎么去打国际比赛什么之类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听那一张？那张很危险呐、啊！我说哦，就是常常会爆发说这种讲法、这种言论，会让人家玩不下去，对吧？搞得说啊，日马都只能高手在玩，我们这些新手都不能玩。效率只是比较容易腐败而已。摸六饼打九万啊！我紧张了什么？没有啊，顶多八而已吧，摸个七而已。最大概率我知道啊，因为他只有特质跟八万七八万嘛，我知道就是一九打掉的那个效率会比六好啊，我知道啊，但是你看我现在一直摸进来是不是例子了，不出一张嘴嘛。对啊，我希望是一万啊，多一个，算了，有字幕也好。リーチ、ツノ、ピンフ、イーペイコー。YouTube 是不是更新了什么？好像怪怪的，怎样？哪里怪？收不到通知吗？收不到通知，这个很久以前就有了哎、欸。然后我昨天玩了一把，就七对子才知道说那天说什么七对子不要立直的意思。那时候立直之后，我靠，完了被扣住了啊！然后难怪那时候说可以转什么之类的，终于听懂了。调化的地方好像改，哎，好像是哎、欸，我昨天在看啦，早上在看别人的影片。
我有睡啦，我有睡。我昨天12:30就睡着了。我本来在等那个等 YT 的影片传好，可是我又他又给我搞鬼了，就是又传不好了，就是卡在95%。然后卡在95%，我就想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去睡了，然后就睡着到现在。你的梦想被碰走了，你还剩一张，加油！哎，你没梦想了啦，你的梦想在我这啊，不要梦了啦，醒来了。哎，不对啊，你打出这个还要梦什么？今晚直播，那还卡在95%吗？没了啊。你去看那个 YT 齁，啊，账号。你去看那个啊，记录档那个，记录档那边，只要你看到隔夜的12:00没有记录档的话，那就是 YT 在搞我。你的梦想是万子吗？哦，我以为是我说的那个梦。那、啊、你杠了啊！哇！啊！对，那个四条。我听什么？啊，不是，应该打这个，好妖啊！打错呢，那我以为这是六秒六饼啊。啊，累了。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パン。没了啊，可以没了啊。啊，1000块下庄。4000不，口罩都碰了啊！你看，最喜欢讲的是哦，早知道，早知道，对不对？嘎嘎，快气死了！你交男朋友起床了没啊？10:00哎、欸。你在上班？啊，这为什么昨天你不用上班？休假。很棒吧，认真上课的乖学生。哦，你好棒哦。
还是前天？靠，我错乱了。你所谓的忠贞不二，我有点想反驳。如果你好，你无课好了，你但是你的寻觅卷抽到了那个，你的寻觅卷抽到了生字魔，那你还会对他忠贞不二吗？昨天下午没开，对啊，好累哦。星星早，哎，我真的想问你一个问题哦，那个Marco，你多大？你的年纪多大？你还是会对生字魔？哎，你会什么？你15岁哦，好吧，那我真的可以理解你的所作所为了。好的，感谢小猫嘎嘎跟小刺刺，感谢感谢。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阿鲁米，神之子。可以谅解，对不对？你们可以谅解了吧？我以为那个跑进来了，踩你哦，走喽。繁星打完要睡了吗？再晚一点吧，赚一点点钱，不赚一点钱啊，赚一点广告费再去睡。哦，最近有在玩，我昨天开始玩光遇啊，有点搞不懂他在干嘛，但是我又很喜欢他的风格。今天应该解禁了，解禁什么？你是说三天的那个，我们三天的传说吗？啊，嘟嘟嘟，嘟嘟嘟。你上次做了什么事情？哦，你是说因为那个？还没轮到你们，你就抢进来的意思吗？你看信还不是抢得很开心，我也没有真的要进啊，对不对？那等面试完还能继续看什么东西？一张，那他有缴税给你吗？缴税没有啊，没有缴税啊。静坏坏，还好啦。天气了，记得多喝水睡。有啊，最近其实水喝蛮多的。彩鸟安安，我刚以为你在这里，知道吗？彩鸟。啊，火鼠怎么不是用那个了啊？那个孟子或是和。咦嘿嘿嘿嘿嘿嘿，有没有觉得我打牌变强了？有进步了吧？不像之前
断腰狂碰。我是不是有偷练？我都开台玩好吗？有没有偷练？顶多是私下看那个啊，台效率影片而已啊。没有，就以前之前玩就是真的克子流太多了，不是克子啦，对子流太多了。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好，挂台，拜拜。龙，在你手上，你这坏人。早餐吃了，吃过了。哦，你刚没有，我说写完日麻的每日就去买早餐吃了。哦，好差哦！哎，骂死你！居然在你上课时间，在很多人的上班上课时间。哦，扣2000。哎呦！啊，拿2张，1、2、3，3张。砰！我把我上场会被切画面，什么东西？啊哭啊！不叫好哦。砰！最近是要补狂赌的。一直没有。1、2、3、4、5。这没用啦。他越糊越大啦。奇怪，飞机票怎么变强了？你不是之前没那么强吗？砰！吃了药就睡20小时，哇！我其实。前几天失眠个4天，然后昨天也是突然爆睡。我们大概醒来时间也是6小时左右吧，就轻松高效开完之后，跟巧克力录个音，那就睡了。
欸，我规则应该不用打了吧？大家应该都很乖吧？不会想要玩黑暗游戏吧？不对哦，我在打什么？有啊，今晚有直播吗？应该会吧，没睡死的话。你是不是在听这两张啊？哦，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チー。看来影片还没有学到家，什么学到家？就跟影片无关啦，是自己问题哦。ドラ、ドラに。一来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有那么闪啦？嗯。九九安安。啊，又差一根啊！啊，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。妈，搞不好他的宝这边有他的宝牌啊！搞不好他手牌里面有他的宝牌啊！有对，啊，七。你考虑要抢房，如果你在上课随时不能碰手机，建议不要啦，因为这样浪费大家时间，就是可能你画面会切掉后没办法碰手机，建议不要啦。上场至少两宝牌，对啊，至少有啊。还是你是想贪心杠出自己的四宝牌，太贪心了吧？
感谢火鼠阿鲁米神，哎、欸，还没有结束，我白痴哦、喔，我感谢屁哦、喔。对、欸，他继续哎、欸。先感谢起来放嘛，对不对？胖，哎呦，手上的滑鼠抖了一下，怎样了？滑鼠在发冷了吗？好啦，感谢火鼠阿鲁米神之子，感谢感谢。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啊，这么早。那我就先不进 DC 咯，也没有没有也不知道聊什么，把钱啦，广告。小月不知道我们在开台呢。吼什么啦？你在吼什么啦？第一场跟我玩到还好。你讲说要开 DC 了，不是啊？你又没有啊？对呢，你刚抢进来也要跟我讲啊，以后自己抢进来想要跟我聊天就跟我聊。所以你没看到我刚刚狂斥责他吗？这样子啊？吃屁呀、啊！三六七，你声音不好听啊？不是啊，你开 DC 要干嘛？嗯，五七哦。嗯，七八，好，佩林啊，林佩、欸、佩林吗？李平哦，不对，李平爸爸。我怕以后大家叫我麦公维，没事啊，还有比你更难听的啦。他是难听到麦克风那个什么，他的声音比吹风那电风扇的声音还要小。懂吗？还有人的声音是电风扇声音盖过他的。
安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完了。靠药。刚刚想打三条的啊，好久没看到一炮双响了，你是不是很久没看台了？我打三条的哦。是，还敢说？想说每天都有一炮双响的啊，精华起来，没有飞，没有飞就没有精华啊，一炮双响而已。你今天又不是说今天真的是直接飞了，我就捡出来啊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耳朵好痒。欸，不对，我要留起来的。对，留起来没有用。耳朵好痒，我还在抠。干，我们打错了。哦，算了。要飞啦，可以啦，我撑到东三局了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撑了很久了，嗯嗯。好热哦，啊，主要是说小开一下，是因为今天也有点热。然后就要去楼下避暑。哎，东西很热，然后我这边冷气开很强，我冷爆，穿外套啊！我是在家没有冷气吹好吗？你穿了，好好哦。
然后我爸说人气不强，啊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又没有办法，没了。我要来连庄啦，各位！人气开几度哦？对啊，你残杀北极熊，你残杀几度啊？你爸怎么没感觉？东西看来要去气湖防守的影片了，我干你屁事哦！你真的是话很多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不是上次就跟你讲说你不要是常常打一些自以为是的言论吗？你不是那时候也答应过我了，不会了。23度，你已经在杀北极熊了哎、欸！我跟你讲哦，你只要以后打那种字啊，是让任何管理员不开心，或者是让我不开心的字眼，我是直接杀掉你哦。我是直接不客气的了，我已经真的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啊。他们问我为什么不ban你，我都是说，啊，他就是。讲话就小孩子言论什么之类的 啊，没想到你真的是小孩子，那我就更不用客气了。跟你讲，不是啊，我真的现在要问哦、喔，这样很好像很会很伤人，可是啊，算了，不要问好了。等下问个说什么？你们觉得你们受有几个人受够了他这样子？应该有个匿名投票这样子。因为没办法、啊、有时候你的讲话方式真的让，不是有时候，是你讲话方式真的让人家很不开心。好哦好哦好哦，没有连装了。我刚刚问了啥？不是啊，你们无视他没有用啊，他是直接针对我在讲啊，懂吗？或是今天可能有人说啊，赤羽之战好难胡牌哦，他就开始炫耀自己说，好，感谢小鹿白九九跟嘉轩，他就炫耀自己说不会啊，很好胡啊，他就怎么胡的啊，靠药啊。哎，你晚安。我不会因为你15岁就会对你包容太多次哦，我已经警告过很多次了，也讲过很多次了，然后其实私下也很多人跟我反映过你很多次了。换做以前的话，我就直接把你抓出来骂，直接把你ban掉什么的。有没有在听 Marco？ 就是你啦。很会合是说给我听吗？什么很会合？我今天你去其他人的台打字，我无所谓啊啊！可是今天这是我的台，你要教我做事，你就要有本事啊！
什么本事？你上次要上树什么之类，好让你上树啊，你上树赢了，还、啊、有什么用？那你玩得开心吗？那其他人玩得开心吗？你懂吗？今天我是跟我的观众玩，不是只有跟你玩。不要讲的好像是你才是台主，然后就是想进来教训我这样子，懂吗？我今天也可以是为了你关台啊，我可以一气之下为了你关台啊，啊没意义嘛，对不对？刚好为了你这个人。哦，讲到刚刚啊，光遇啊，聊天室有谁在玩光遇吗？应该等一下会不会跑了？我没差啦，其实啊，就算他可能说什么人不在，刚站离什么之类的，删很久了，真的哦。为什么要删掉啊？可以问详情吗？很无聊。很无趣还是怎样？对，因为我对那一款的画风真的很有兴趣，所以我就是想一直想玩，应该是跑了，没有啊，他就算留下来，我也再好好讲一次啊，因为之前也他也答应过我不会再讲一些有的没的啊。掉坑跑不出来，你是因为翅膀的次数不够是不是？你可以找人家，太吃电了。哎呦哎，他没跟我讲说，那个你要玩，建议你就是找个有充电器的地方玩。没办法，他的画质界面太 3D 了，那种东西一定很耗电啊。我没跑，不过我不好说话了，没关系，你就真的好好看看台。有抢到房就让你抢，除非有提问你再回答，不然打错一张牌你就在聊天室教我怎么玩之类的，我真的是我也没办法帮你多少了。到底哪里有坑掉下去救不出来的、啊、他不是，我记得你按上面的动作，有个门的样子，按下去不是就跟你讲说会返回起始点吗？他那个新手教学就有教，你是不是没有仔细看啊？他，你点上面的翅膀点下去，会一个很像门的图案，然后你点下去就会回到那个起始点的，不是吗？新手教学做好看的，哎、欸，我也是这么想哎、欸。我觉得，因为我当时是都有在看网络一些影片，看光遇的玩法，我想说什么大佬的玩法，我想說，哦，是这样子玩哦，那就自己实际去操作。干，怎么那么难玩？你要带我？没有啊，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愿意一直想带我玩。啊，有时候它不是有种滑翔模式跟飞行模式，我其实那边就搞得有点头痛了。
有啊，他们就是很想带我玩。早安。你说你15岁，那其实我差了你2倍以上的岁数哎，所以有时候应该说什么年龄代沟吗？搞不好也是，但搞不好也只是。白痴哦，我干嘛？顶，但有时大佬也会针对对象带，就那个啊，因为我看那个影片，就是有新手在找大佬嘛，就每个大佬都在，就是只要会玩的都是拒绝再带的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，想说哇，这游戏这么不友善的吗？然后才知道有很多是大佬跑去装新手，造成说没人想玩。不受控，是啦，因为毕竟刚进来什么都不懂啊。哦，我是到最近 Switch 有那个消息说会出光遇，我才想说先手机载来摸摸看好了。不然讲真的，那个对啊，那个对路痴来讲也是真的很呛欸。不是啊，我在干嘛？六。坚持牵着跑，欸，我觉得那个牵手能牵手带着跑的那个画面真的很可爱，所以我才会想要玩啊，想说哇，想被牵，想被牵着跑。不是啊，我跟就跟你讲了，如果你要看技术台，你就去看。你有看过我打过段位赛吗？没有啊。那想打段位赛，更多人会追我，好不好？你说你技术台看多，没关系啊。怼人的观众我也看多了。你会忍不住就关掉台去做其他事情吗？就让你忍不住，你看不下去你就请走。我讲最后一次了哦，讲最后一次了哦。你看今天换做其他人，我给过几次机会了？你真的没有看过以前的我？
但你想抢房，你抢进来我就把你踢掉，跟你讲。你也不用抢了啦，你抢进来我把你踢了，你应该是第一个抢进来让我踢掉的观众，可以吗？既然让你看得那么不开心，让你玩得那么不愉快，你就离开吧。你可以问我们这个啊，刚刚有扳手啊，你可以问舌头啊，看看我以前的脾气多惨。我想一下，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其实比你还要屁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屁到是没有朋友的那种。我现在其实国中同学都没找我联络，一般呢，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电话留错了，我的零写跟六一样丑，然后没人联络得到我。然后另一回事是，就是国中。太屁孩了，看，住手！你住手！我吓死我了。你跟三哥五会写很像，哇哦，酷欸。你也没朋友，那好啊，你就好好想为什么你也会没有朋友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身边有没有人提醒过你什么东西，你有没有去做？或是有没有人不喜欢什么，你没有去做？没什么，我讲了。有没有人不喜欢什么而你去做这件事情？可能有些人是成熟，不想跟你计较啊。另外一边也可能有人就觉得你已经放弃跟你沟通了，这样子。你要想哦，你要听得进去，然后去做，去改变，还是说你觉得说？他们跟你的观念就是不合，你跟他们做不来啊，哈，那也是你的问题啊。你被很多朋友欺骗的感情有心理阴影，所以咧，那好，你被朋友欺骗出卖好了，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这边打了一些字会让人家让你的印象变很差？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？你可能打出一些字会让人家觉得对你的印象就是扣分这件事情。哦，又打错了，如果等下摸进这个的话啊，你看为了跟你讲话打错章。安静的飙了20分钟的车，我还在开啊？哦，哈，哦，白痴哦，安安，早上好。你看哦，光是回答你很多问题，我其实情绪都会影响到。然后一方面真的是打牌都是你害的。有时候出错章都是在想帮你想其他事情，想说怎么开导你。你知道我们私下一直在聊，就是在聊怎么要怎么开导你这件事情。
感谢，怎么念啊？好酷哦！我请一下 Google 姐姐哦，等我一下。Google T I N G Y I 啊 ？T I N G Y I 哎、欸、，Google 不会念呢、欸。啊，你是婷儿哦，白痴哦，好久不见，要小写，我想要 T 啊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我真的是全部大写，反而不真的不会看，我想说奇怪，金色包子我怎么念不出来？我说金色包子，哎，怎么可能会完全没印象的？没听牌啦，这场打得好烂哦、喔！送你啦，平移 T I N 嘛 ，G Y I 嘛 ，Y I 试试看。天机，天机也不是啊。我想说邀请 Google 姐，哈。他念出来这个我也会啊，要你干嘛，我也会啊，我也可以当 Google 姐了、欸、不是 Google 姐啊， Google 哥，啊，平儿有吧，他金色包子怎么可能没有，哎、欸、停，这个平儿应该是那个平儿吧，要有空格，不是啦， G 怎么样， GYI 怎么念， G 就不是母音了啊，哇哩哩，光玉照，应该没有吧？我觉得兔窝里面玩光玉的很少哎、欸。哦 ，T I N G Y I 哦，白痴哦，哦 T I N， 然后 G Y I， 没事的，那我会念了。白痴哦，抱歉，平移啦，想起来了啦，欸、对不起，把名字直接念出来。抱歉，分享给繁星不用啦。看这场玩的怎么好笑啊，一直输钱。不是啊， Google 翻译就一个，你知道 Google 翻译叫什么吗？我分享给你看，看天极，好，感谢，是谁，雅雅吗？是吧，没那么简单吧，雅马托，怎么念啊，哦，粤语哦，这局都没做，对啊，怎么你都没有啊，这一局就是因为在开导哦，哦，对不对？天极就是 T I N 啊，然后 G T I N， 然后一个空白，然后 G Y I 啊，就变天极。
你看，跟观众开开心心聊天不是很棒吗？第一次抢到，你是谁？真的是对你 ID 没天河吗？大河啊，天河白痴哦，这个对不对？然后天河，哎，多看一个一。哇哇好哇好，是多想天河，没天河过啊。我耳鸣了，等一下就遭报应了，听到咦。啊，对啦，刚刚在念天极啦，白痴哦、喔。哦，冰沙。快点。你要讲出一些能说服我继续玩光遇的话。我刚哦，昨天晚上又稍微跑了一下，还是觉得好像在迷路一样。我昨天在第二章吧，啊，他说要走那个去找那个什么动物搭到下一个地方，我那边就是迷路好久。最佳是你哦、喔，啊，你也常进来啊。哦，我可能要再多记个几次吧。你刚开始玩一直迷路，你玩多久了啊？而且我今天就去爬文，不是爬也不算爬文啊，就是看，就说什么缩小药水，我说哇，那东西原来也是要赌的哦。三座塔都点亮，光之洞会带你走。可是我没有点亮什么塔，我只是乱边乱跳，还是我刚好点到啊，就跳到一个红鱼的背上，他要带我去下一个地方了。我中头彩几率大概多少？你可以不要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吗？你看你在问什么？打两人72张的时候才天合过，那来对你现在又在问你自己的事情，你是在炫耀什么事情吗？你是不是在炫耀了？你玩六七个月而已哦、喔，啊呜、我觉得六七个月很久了哎、欸。刚问一堆人，他们说。完了，但是又删掉了。强制上车的光鱼叫做黑车。你是要把每个人都打到13000啊？直接抢就好吗？对，哎，菜菜 ，Hello， 直接抢就好，但是一样不能只有一番哦。地址除外，菜菜 ，Hello， 对啊，手游玩，哎、欸，手游玩超过三个月就很猛了，好吗？而且光遇这个东西，不像什么姜饼人王国那种要干素材、要挂机农的。哎呦，是不是叫我做？不可能。哎、欸，你是难得我看那种奇怪的英文 ID 可以认出来的人哎、欸，因为你都要跟我抢阿长，是可以平均啦，交给你了。
马田安安。嗯，看一下哦。跑图拿蜡烛，对啊，就是全程，请你牵着我的手，带我飞，带我跑，可以吗？我是个懒人。不是啊，就是我真的搞不懂，到底要我会飞，可是就没有飞到很强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有时候就是它的转换画面的视角，我也还在习惯。可以，可以，我愿意。而且冰沙，你是不是不能开麦啊？就那天每次跟你们玩话猜，你们都说不能开麦。我想说啊，万一我在忙，在做什么事情，你们打字我又看不到，我可能就是手机挂在旁边，可能偷偷剪片什么的。你又例子了，你又要飞谁了？你住手哦！不是说好是他吗？我的下一家吗？奥布，奥布什么？这样我们可能没办法帮你拿先祖方之一。什么意思？哦，你是说我挂着剪片吗？没有啦，我说万一我要那个小忙一下或什么之类的，可能要你们带等着我还是什么？不然你那天怎么跟于娜姐？我想说你们没有通话啊？你们怎么解的？好厉害哦！场外73651，我们可以一起笑哦，好害羞，你讲这种话，好啊，38，怎么感觉这里的有人场好可怕？因为不像小光跟闪闪那边啊，我们这边至少规定不能一番啊，啊不能一番的话，就是会搞大牌啊。搞大牌，就是尽量把牌做大，要么门清，要么就是都是两番起跳的啊。光遇可以聊天哦，我知道啊，不是要给蜡烛吗？而且我有爬文是说什么有 QR code 可以加，是不是加了之后就是神蜡烛？啊，在叫了。没有要给钱呐、啊，就只是有时候是开玩笑惩罚啦，开玩笑会嘴一下啊，只是真的要给钱，你们也可以给啊，我也没有真的跟你们要收钱啊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我才会想说，看是要在哪边打字教我玩还是怎样啊？不然游戏内打字感觉好恐怖哦，很怕错掉漏掉什么讯息之类的。之后给你连结就好了，好啊。你也一份，那秦夕，你，我到时候再通知你吧。因为你应该也没有冰沙的 FB 或什么的，繁星几点要去睡啊？应该12点吧。你都一律讲一些废废的话，哦，没事啦，谁不会po废文？对啊，你没有。
我上家就是你了，你要吃他了吗？你要三色同顺，然后加什么？不是，就真的剩一张哦，好吧。你盯上家不用啦，你盯他，你在过水哦。还过水哦，没有。リーチ、ドラ、ドラ、ドラ。ドラドラドラ。マンガン。场外一九零一四。场外一九零一四哦。因为菜菜我这边就是怎么讲，怎么讲，也不是说恐怖啦，就难得有人抢嘛，就让人家有一些梦想机会啊，不要会因为无情的正义的断腰而造成有人游戏崩溃，游戏内崩溃，游戏外也崩溃。就像昨天我们哈玩轻松高效，哈记的电脑蓝屏崩溃一样。场外一九零一四缺二，优花早逆三了，我多了600块，开心。继续顶上家。哇，你太直，你太坚持了吧。嗯，也可以打这招。阿伟安安，我都是梦想家，看来可以来完成我的国师梦了啊。我真的好久没有国士无双了哦！你看，自从修罗结束之后，国士无双就没有再加了。我好想他们哦，我的国士无双宝贝们。不会啦，只是你不要，是怕你一直洗啦，洗到说。为什么你有特权可以洗版？没事没事，你等一下就要睡了，一起睡，好啊，一起睡啊。昨晚睡觉没看台，醒了之后立马看记录档。哦，昨天也是蛮好笑的哎、欸。昨天打副本，就是没有弄好，结果一伙人几个啊，五个吧，集副本，瞬间阿基电脑崩溃。啊！哦，昨天另外一个精华就是，可能就是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打仗！就是我充了一个蛮棒的装备，我充到了一个很棒的头盔，戴了杰克的聪明帽。又冲到了四个攻击属性的帽子啊！对了，我的衣服也要去搞，因为我的衣服上次有搞到吗？我那应该是唯一的精华了吧？还有什么？昨天还有发生什么事情？因为其实蛮多的，每次都突然想不起来。然后还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九号中奖，但要不是酱油牵走的19号，我就中了三次了哎，想到就难过。我不能告诉你打哪张，请师祖自己去，结果就看师祖的造化了。你又在那边出一张嘴，
没事啦，你真的要看我认真玩的话，是不是？没有啦。冰猴上家就是你了，没事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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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感谢小右雅雅跟大和，没有没有叫错了，感谢三位。下一局喵国大护法，你是谁？你不是菜菜吧？不可能吧？请自我介绍。各位喵国大护法，你是谁？你这样真的会被讨厌的。各位喵国大护法，请在聊天室打说，我就是喵国大护法。你刚改名而已啊，这是你哦。等一下，你是谁？我记得上次喵国大护法是不是也是用和的那个？是你吗？你是不是之前都是用不是和啦？那谁笑？我不甘心没有收到另外一万的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你。好，你可以换回来了。你换你喜欢的，你换你喜欢的。哦，原来是你哟、哦！我想说奇怪，我的台唯一的喵国大护法就一个人，怎么有第二个喵国大护法？好啦，走咯。惨了，要被虐了。谁？我吗？我被虐吗？没关系啊。没事啊，我前两场不是虐虐的爽爽爽的，后面虐被虐回来了、啊。前两场进账就很顺啊，后面哪知道。打肥事，想一下哦。啊，昨天也是在修那个啦，安德塔，导致说我本来想要干一些事情没有干到，干到。我本来昨天是想要用那个海灵石的塔，就是。啊，就是深海遗迹，把它弄成就是自动化啦，就不用手动再去打海灵石，这样子海灯笼就可以更多了。啊呀呀，是你第一次抢到，结果一直摸不到想要的牌，我真的没有在过水。你要想一下，你几乎没做事，你还可以第二名耶，我可是拼命的往上爬耶，至少你成功了好吗，呀呀，你很棒。你活下来了，想想你，对啊，你想想刚刚抢进来的嘎嘎，被我按在地上打，龙，リーチ一発トンダブトン三色同順ドラ。好痛哦，好痛哦！太好无情哦，糗了，糗了！他不是越糊越痛的吗？怎么一来就这么痛了？你真的是造吗？在上家手里，真的在上家手里哦。七，东一就要飞人了，不行，我要制止他。我还是用断腰制止他好了。我上家课很凶，他就是
那就是我们唯一的喵国大护法，就是他是之前的那一个啦，只是他改名字了。喵国大护法什么意思？我记得是要氪到两万块以上吧，还三万块以上。酷哦！完了，你是不是要出去了？赵小姐手下留情啊！是不是打一跟九处罚会比较小一点？其实我在想，他是不是每人要扣个18000这样子？不是吧？碰你就要输了吗？不要！第一，ドラドラ二ドラ三。我是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碰一下而已，小气鬼！哎、欸，这好痛哦！哎、欸，你换你的下一家好不好？18000，拜托，我就帮你把精华剪出来。哎、欸，我笑到流口水了啦，靠腰！我擦一下口水。不会啦，没那么容易飞啦，有一飞。怎么还在动一啊？哎、欸，很残酷哎、欸！我记录一下哈。一三，砰！砰！七。狂喜贴图，为什么会喷口水？就笑啊，笑到合不拢嘴啊！哎，不带全对耶，没关系啦，宝牌比较重要啊。哎，带全的话几番？对啊，靠！三安国ドラに，哎，他是不是真的想杀人呐、啊？他好夸张哦！哎、欸，他好夸张哦！你有规定几番吗？一样啊，老规矩。我终于体验到坐在跟宫永照坐在同一桌的压力感了，天啊！
怎么办？在打全国大赛欸，我压力好大哦。你等一下是不是要自摸，然后让我们全部死光光？好了，我帮你捡精华吧。还有例子了。这游戏怎么这么难玩的啊？第几？哦！七。他究竟会听什么呢？啊，这是要去宰那个日麻的歌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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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小鱼，你看这个分数。小鱼，你看看，28,000, 77,000, 2900。靠！哭！第几冰斧？哎，我活下没有？啊，忘记有那个。输了！いつも通り。你怎么敢打条子啊？你怎么敢嘴啊？你给我进来玩！你是看得懂吗？欸，舌头嘴我欸，小鱼。换这个了，哎、欸，你好扯哦！哎、欸，泡沫不不不，抹茶泡芙是你吗？刚刚那个雪露露雪，舌头会玩，找他，等下来个内战啊，来啊，看强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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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究竟是舌头强还是运气强？吉米抽到很久了，没有管理员之战有没有？再找个老巨进来。记。记。我看看有没有比较好啊，被虐成那样子难过耶。记我跟你一样，每次看到教主日麻精华，都深深感受到血统的差别。不是，我当然是捡对我好笑的，好笑或是那种夸张的而已啊。你没看到刚刚那个人多夸张吗？
我记录一下哦，抹茶泡。有人要打扮装吗？你要不要先开房间，我再帮你广播。最后还是得用断腰，你看我多卑微啊。欸，扮装哦，白痴哦，东风就好了啦。我这个角色很萌，你有没有想帮我画？没有，你要画的话，你画那个灰夜姬，我会比较开心。对啊，你总是打扮装，扮装太久了吧？这次的贴图也都很可爱啊，你看。想约人，先开好房间，基本礼仪。我的天，然后我贴了贴图，那小月那边干，那学狗叫。我才帮你念的287多少啦？我其实是这两张在犹豫。没有，你通常只要有人会弹舌，通常这种声音就很好发出来啊。我上面还有个70908，哦，70908缺一哦。可是我喊完的时候应该已经满了啦。看一下。这个游戏加一个叫啥？哎，我装甲哎，好痛哦！
碰。啊，对，我要想，我玩赤羽之战的时候，差点九连宝的呢。碰。可是，都是浮云了。都只是浮云。你是要混哦？叫你什么？赤羽之战，九连宝灯没有啊？哪一句话是叫到你了？天啊！给你啦！我有一次差点，结果变清一色。赤羽没有九连宝灯啊，所以是清一色啊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不是吗？打一般的哦，你会再多一个敌核。嗯，对啊，所以后面都用金钩什么的啊，搞大牌。等一下房间重开哦，我要去记一下那个夸张的那个牌谱。私のドラを泣いたら。高くつくわよ。白九九说他滑鼠没电了，所以等他一下，他跟你们道歉。碰。我写小本本上什么东西？金钩看不懂怎么做，你就是吃碰啊，总共四次啊，对吧？你的杠碰十次，那个总共四次，总之就是单调啦。你只要单调就是金钩了啊。先到几点？待会可能最后一场了吧？因为好，真的好热哦。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。没有啊，是出去记那个啦。一三五七九，
私のドラを泣いたら高くつくわよ。リーチ。いかなる結末も受け入れましょう。去忙了，拜拜。リーチです。ロン。リーチ一発。
私のドラを泣いたら高くつくわよ。ロン。三色同順ドラ。很久没讲话了，很累好吗？哎，怎么打在这边啊？你怎么特权可以打在这边？那石头，没有关麦啦。因为我刚才想等一下要怎么 剪影片啊。你可以超级留言提醒我啊，我一定看得到啊。好了，你玩到了，开心了吗？听好多张，没办法啊，打出去了。而且我为什么会正听？因为九哦九九筒。好啦，我要去存这个了。哎。这个夸张。可以帮解吗？你那个很久哎，慢慢爬还好啊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各位拜拜。哎，聊天室真的是先跳出来我才会显示哎。啊，冰沙完等下敲你。